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华尔街啊！那今天呢，行情啊，非常的扑朔迷离，因为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涨，有的股票啊跌得很惨啊。今天呢，就是来首先说一下行情，隔夜的时候，中国股市下跌，然后油价，美股因为油价的关系呢，出现了大涨。道琼指数涨100点，然后道琼指数又开始翻红，但是昨天的 Facebook 业绩非常好，所以大家又去追那个 Fan Stock、Facebook、Amazon、Netflix、Jesus George，OK？首先呢，我想跟 Jay 老师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New York Times 啊，纽约时报啊，我昨天也看了一篇文章。怎么样？就是中国统计局局长，你说他，你妈说他一看就是个贪官是吧？你妈说他，对，我怎么觉得我，我今天看得特别准。说他一看就是贪官，结果给抓起来。对，一周以后抓但起来。是昨天《New York Times》啊，就写了一篇文章，他从不同的角度，他就说这就是一个问题，中国的 GDP 数据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这个人被抓进去了？今天《New York Times》呢，又发了一篇文章啊，关于沙特的论持久战，这个有点学毛泽东啊，我觉得看这个大的一个方向比较对我们有帮助。比如说，我跟谢老师说，中国的整体的一个经济正在下滑，这一次如果人民币的不快速贬值的话。这个股市是没有，今天已经有人开始说中国股票啊要跌到2000点，那现在有365。刚前一阶段我跟大家说我的董事长朋友把股票质押给 broker 经纪人，那现在已经接近警戒线了。当时我还好，19块进的，亏了1块多跑了，亏了19万。如果到今天的话，亏50-60万都有，而且他就是这样。往上抖啊，引诱你，哎呦，别后悔啊，别后悔啊！刚刚止损，怎么又往上涨了？我觉得这种是引诱啊。那么同样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大的方向，如果做对的话，就是赚钱有希望。油价这个，我想说呢，这个篇文章我觉得非常逗，因为今天早上是谣传，普京和沙特 （Non-OPEC）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和 OPEC 两家碰在一块儿，那么俄国的商务部长还是特使呢，就是说，我告诉大家放一条消息，我告诉大家哈，这个沙特已经答应减产5%，就我搜一下，昨天我和 Will 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这些，你看这个油价上窜下跳，一天波动6%，甚至盘中低和高之间可能有10%的波动，这个比汇率可大多了。那第二，他们可以完全操纵，因为你现在那么多仓位做空，一下子就打起来了。但是 overall 油价还是往下的。另外，沙特为什么不减产？因为他是想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沙特王子啊，而且里面我看了这个在利雅得，就是利雅得这个造，他们还在造这个油田。就是说，沙特虽然政府现在在赤字很大，但是他有钱，他把自己的股票给卖了，投资给卖了，但是他一定想最后整垮美国的这个，美国的那个，就是因为现在油很多。另外，我觉得最近习近平刚刚去过沙特，他们叫习沙外交，这个沙特和中国联手。就是以后沙特就是中国的主要供油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因为《纽约时报》是被中国禁止的一份报纸，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真的把媒体是一个很耗钱的，这些记者写的那些文章非常有深度，不是一般人写的。另外也给我们一个大的方向所以我看今天的行情呢。有两个，一个是油，一个是 Facebook，也带动了 FANG。今天 Netflix 跌到90.11，砰一下就开始反弹，最高到95。
Amazon 也很疯狂，但是盘后呢 Amazon 传出不好的消息，刚才我也跟杰老师分析了，嗯， Amazon 原来预测要赚1.58块，结果只赚1块钱，杰老师说这个 Amazon 是不是赚钱？ Amazon 是赚钱，今年预测是赚1.85块啊，但是呢我们少了5.8毛，明年呢 Amazon 要赚更多的钱，可能在5.86块，revenue in line with expectation， 就是基本上和营收和市场预测差不多。我个人觉得这个是 Amazon 的一个没有纪律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就是 bottom line， 你赚钱赚的少的原因可能是开销比较大，所以但是明年赚5.85块呢，把 Amazon 的股价定位在100倍的市盈率，嗯，啊，这个还 OK， 如果跌到250块钱真的是抢钱。所以今天还有这个《纽约时报》也非常逗啊，说这个扎克伯格啊，昨天人家听说好像昨天他赚了65亿，嗯，好，你看我们真的是好可怜，一天赚，沃尔王说一个月什么几个天赚10000块钱，笑乐哈哈的小扎，小扎，小扎的话一天赚65亿，那不是我等于一分钱吗？在他口袋里等于一分钱的价值吗？小扎刚刚从他的这个产假，他好像休假3个月，还不是一个月，反正他昨天刚刚回来，公司消息非常好。但是呢，两个不好的因素，我告诉大家哈，一个是阿里的股价，阿里的今天刚刚跟 Will 说过了哈，不说不在这里说，大家可以看我们，我和 Will 的叫做趋势论股。还有一个就是生物科技股今天是暴跌，有谣传最大的一个对冲基金买生化股的，今天这两天全线在平仓。另外昨天我也跟大家讲，美国麻省检总检察官对于 Guild Science GILD 的药价进行了就是控诉，啊，说哎这个价格太高了。因为为什么美国政府要管私人企业的价格呢？因为他们故意哄抬价格，影响了美国福利的社会的制度，这是一个 public interest， 因为大部分的美国的药都是政府买单，所以现在政府介入，那么这个使得这个药厂把利润最大化的这个角度呢开始减缓。好，所以后市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今天 overall 三张图啊，成交量不错，三张图的走势还是在来回震荡， S&P 500还是没有达到介老师的1900，生物股血流成河，能源类板块 Ontier 疯狂反弹，从26到35，这个10块几乎是多少钱，应该是差不多10块钱的波动，对， OK， 还有什么？还有中国股票继续沉沦，中国股票新低，昨天尾盘又是最后2点钟的时候，啪，1000家公司有质押股票，中国才2900只股票，1000家公司质押，所以中国老板很可怕的就是到处借钱，他有一分钱，他问我银行拿一分，然后再在外面去兑，所以整个社会的 debt， 好，整个国家的债务占总 GDP 的3倍。所以中国的爆破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第二，我觉得野人主席已经看错了，而且他的风格相对来讲比较的柔弱，对中国不大了解，现在非常犹豫，所以 overall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假又多的一个行情，嗯，叫大家去买股票，而且今天如果让我幸福的话，我真正的牛市应该是生化股带动，因为纳斯达克 CEO 说过，纳斯达克能够涨到5000点，是因为生物科技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现在生物科技股不断的在往下走，中国股票不断的往下走，现在只是小扎的一个而个别公司的一个特别好的利好，带动了大家对新兴经济的期待，同时油价的逼空行情，但是油价还是在下跌趋势，所以呢我的观点还是继续的看跌啊，但是呢我也不是那么一个烂赌的一个人，我基本上今天已经平仓，我的美股富豪已经全线的平仓 USO， 我亏了钱， OK， 我想跟大家指正一下，我说美股富豪并不是每笔交易都会赚钱， USO 我亏了钱，
Netflix 我赚了钱，两边一平差亏了200块钱出来了。嗯 ，OK， 因为我不想再 take a risk， 因为我觉得油价明天可能会继续逼空。I don't know， 因为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完全现在油价完全是在谣传的一个利好的政策的一个带动下，但是请大家看这一篇 New York Times 里面讲的这个沙特的一个想法，他们就是想把这一场油价战坚持到最后。他的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沙特有钱，而且可以让我们的对手死掉，在他们我们可以活很久很久，但是我们的对手活不了多久。他的矛头只指了美国、伊拉克、伊朗，因为这些国家他在这种油价最后他们这些都破产了的话，沙特就是一个最终的赢家。第二，我觉得沙特也非常了解全球的经济情况，中国的经济情况是非常糟糕的，这个很难带动整个的需求的上升。美国在进入这个衰退的话，这个油价是 not sustainable， 就是无法支撑的。所以最终整个油价还是要往下走。那为什么现在要减产呢？就让这个价格继续的下跌，再到了比如说5块10块的时候，它的底线是6块钱，因为沙特加上人工成本加上所有的开发成本6块钱，现在他哗啦哗啦哗赚油的话还是在赚，只是少赚，200块他是赚翻了。所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他的竞争对手美国的页岩气，你看 GLNG LNG 都跌了非常的多，那么这些股票啊，这些公司都可能土崩瓦解。所以这是沙特的论持久战。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这些东西啊，基本上对整个的大趋势啊有所了解。来，杰老师怎么看？今天你又乐哈哈了。有没有乐哈哈？没有，就是谨慎哈。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的确和昨天我们分析一样哈，涨跌互现的一个节奏。那么这个节奏呢，可以说已经维持了五个交易日了。那么对于短线上的话呢，我们还是关注这个1915点位到底能不能被突破。如果因为我们在这个区间啊，已经整理了5个交易日了，但是呢，如果说整理的时间越长的话，对于空方呢越不利。因为整体上来讲的话呢，不突破1915，说明呢我们这个所处的位置仍然还是在空方的一个管辖范围之内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市场啊，今天沃伦老师点评了一下这个生物科技板块。我们今天在盘中这个 VIP 的这个和我们学员交流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分析到了这个 IBB 的一个走势出现了破位，而且呢这个单边下跌是到走的是一个单边下跌的一个行情。那么短线上的话呢，我们当然是按照没有支撑或者是啊和以及按照这个左侧股来进行一个定义的。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科技板块已经调整到这种惨不忍睹的地步了，但是呢指数来讲的话仍然是维持在一个区间内一个整理，这也是从某种方面透露出它有一定的强势。那么或许来讲的话已经是跌得不能再跌了。而且今天我在盘中的时候呢，看到市场的这个交投情绪从开盘的时候处于恐慌的状态，因为开盘的时候呢是各指数都是上涨的，而且呢我一看这个恐慌状态也是比较蹊跷的。那么这个恐慌的话呢，我们知道一恐慌主要是由于换手造成的，那么非常有可能呢会是以这个像今天吴仁老师所点评的这个对冲基金的这些对冲基金啊，他们清仓所引发的一些止损盘的一种效应，那么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我们需要在明天的行情当中，我们再观察一天，因为上周五的这个行情，我们看到了是继开年以后唯一的一周，上周五是收涨的，那么在明天呢，我们还看一下到底能不能重复这种类似这种节奏。如果说指数始终不突破1915。但又始终在1860点位的上方呢进行一个整理的话，整体来讲它还是延续着本周的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行情。但是我相信不论多方也好空方也好，
它不会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持久战的，还一定这个平衡呢一定会打破。所以说明天呢，我们关注一下。反正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呢，还是这个谨慎的去看涨。就是关于生物科技股的话啊，因为昨天我们的主编哈跟我说 Warren， 我说你还是安排一下妖股 LABD 吧。他说 Warren， 我们做妖股 LABD 已经做了三期了，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不同意G 老师的观点，我总体认为趋势是会继续向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觉得第一，我们的 physical policy 就是整个的monetary policy 就是整个的货币政策是不对的，因为今天的耐用品订单一出来，美国的下滑非常厉害，很多人盯着这个失业金人数，我听 zero hedge， 我现在迷上了 zero hedge， 杰老师说很乱，其实里面的内容啊，普遍很多人反映过于悲观，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悲观死为止，但是也反映了一些事情，就是说整个的失业金人数呢，平均的一个线呢开始在往上走，也就是说，野人的反应非常慢，耐用品订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业指数，负的指数非常大，啊，失业金人数已经开始攀升了，所以总体的这个美联储应该昨天跌250点，今天反弹150点 ，OK。这个还是跌得多，如果今天反弹500点，那就说明市场是非常雀跃的，那已经是突破这个区间了啊。对，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这是就是一种不对的。第二，今天的市场的分化非常明显，就是大家追的就像去年一样，基本上很多人都赚不到，但是你买3-4只股票 Fan Facebook Amazon Netflix 谷歌都肯定赚钱，所以今天这四只股票啪啦啪啦全线上涨，但是生化股全线的爆点，包括杰老师喜欢的 Varian Pharmaceutical 从6%已经跌到8%，已经面临一个跌向60%的这个，我准备空，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趋势线，我等一下。第二，我担心就是说，当这些大佬们，把手中的仓位全线平仓以后，其实宣告。你说怎么样？可能是短期反弹的来临，但是也可能最终把你最喜欢的标阿克蒙给逼死，因为继续跌到60%，他的基金也是因为一个基金有一个清仓点，就是说我跌到20%，我就全部变现还给把头，不可能说变成零。昨天有一个这个我的公众号上说一个中国的，就是徐翔的竞争对手啊，怎么样？他的净值啊，从1块钱变成1分钱，但是有人去采访说不是这么回事，我没细看，就是一般基金，国内的基金1块钱开始本嘛，如果你今天是1.5块的话，就说明你的净值在上升赚了，如果跌到5毛了，一般国内的话是6毛或者8毛，所以我觉得哈，比如阿克们今年也非常有危险被逼仓，因为所有的你看生物科技股整体的一个 fundamental。国家开始越管越严，每一个候选人都准备对药物价格进行监管。这生物科技股原来大家抱有这么大的希望，就是说 OK， 我的药一出来我可以卖很高的价格，但是我的价格现在我在中国买的药和美国卖的药差10倍，也就是中国要便宜1/10，同样的药厂因为美国的国家出买单的，那现在国家要监管了，所以药厂的 revenue 在下调。第三，药厂大部分要12年的一个培育，这个对资金的要求是非常严谨的。所以整个的生物科技股，而且生物科技股在过去的2008年，由于大量的资金的进来，因为大家手上呢有钱，有钱说哇，他们没地方投生物科技。现在大家是银根开始收紧了，所以现在唯一唯一的一个解铃人呢，就是野人，他必须进行再一次 QE4 或者一直到 QE7， 那美股一直要涨，那杰老师我和你一起唱多好，但是这种可能呢压力很大。第二，现在野人主席还没有说这句话，甚至昨天还说3月还是有加息的可能，所以这变得本下个月的星期五的就业数据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这个数据我觉得如果是很糟糕的话啊，那么会美股反而会涨，因为至少排除了三月加息的，现在美股我觉得明天后天还是继续往下，因为整体的一个反弹完全是被 Facebook 以及油价带起来的。当然不是我不认为有人操纵，因为这个油价只要喊喊话这个油价就能动啊，只要两个人 play 假戏真做一样的，哎呀我们要减产，我们没有说减产，但是这个油价就飞起来了，因为对做空的人很给出一个暗示就合法呀。所以 overall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我觉得到下周也许周四的时候，大家要美国的数据如果说不好的话，我觉得反而股市会涨。如果美国股市数据会好， I don't know， maybe 市场会雀跃。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两个重定时炸弹，中国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而且是我可以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地步，就是老百姓今年的年过了，今年东方财富网上面写我看的人最多的就200万，变现在只剩70万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一个风向球呢，就是美元和欧元以及美元指数的一个变化。我觉得美元最近在下落，主要是这个美国的短期利率啊在下调。美国的短期利率给了一个市场一个明确的方向，美联储不会加息，因为这个利率它是市场化的，它不是这个政府或者美联储来管制的，大家都不对，所有的数据都显示这个利率将会往下走。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年的下跌的幅度还会很大，因为美联储没有意识到这个经济的情况，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今天还有一个说李克强和德拉吉通了个电话啊，怎么样说我们人民币啊还是长期稳定。同志请注意，美国总统从布什到奥巴马啊都是这样说的，我们美国要保持强势美元，但是同时一直在贬值。请千万别太相信这些李克强讲话，美国奥巴马，从美国奥巴马财政部长都是一直天天说要保持美国强势。所以今天呢，我大概说的唠唠唠叨叨叨叨，我觉得今天的行情蛮独特的，很分化。纳斯达克涨1%，其实就是四只股票在拉动，其他没动啊。你看哪只股票动呢？哦，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卡资卡还是这个病毒。对，杰老师有点研究。明天呢，也许这个埃博拉，我不知道大家还有记忆犹新吗？就是从非洲传来的死人的药，那个病毒。对，今天国际卫生组织埃博拉曾经引发了很多埃博拉的概念股，我曾经在这只股票上也亏了不少，所以我觉得埃博拉概念股大家趁早准备起来。现在有四只股票在我的 VIP 里面。季老师说一下这个卡兹还是兹卡，好像已经在巴西开始，就是把主要是传染给不发烧，主要是传染给孕妇是吧？对的，这种病毒的话呢，对于成人的话，这个反应就是说，并不是特别明显，顶多呢就是说盯了个红点，但是整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孕妇来讲的话呢，它是通过某种这个渠道，可以就是说进入的婴儿那种，就是那个会传染吗？这个系统当中，如果我得了，我会传染给你吗？不会传染，通过一种蚊子来进行一个血液上的传染。那美国不需要惊讶，只要蚊子不到美国来就 OK 了。但是 who knows？ 我们知道之前的话，我们洛杉矶的话也有一种蚊子是从中国运过来的，通过集装箱运过来的。杰老师，我觉得你应该也可以申请1300和高宁中讯做节目。我特别喜欢他们听他们的节目，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10万个为什么，你知道吗？就你问啥他事儿，他早上就开始谈了。因为他们也是做过一定的这种研究。对啊，每天讲得非常好，所以他们收听率非常高。我觉得你应该和他们，万一中讯高宁出国啦不在啦，我去顶班就好了。是我们俩一起去。我不行，我其实都脑子不清楚的，有时候说都说不清楚什么病啊什么的。我说股票还行，然后说脏话骂人啊 very emotion 不要紧，我们可以讲一些关于股票的概念。股票没人听啊。
股票没人听，人家喜欢听爱到底。所以我觉得谢老师就是一个理科生，而且特别有知识，就是他有的时候有点倔，但是基本上讲一些小小，就是说社会上流行的这些事，他还是很有。特别说这个统计局局长啊，这个他妈也特别，这个看向你妈妈致敬，特别准，看得特别准。我昨天感觉好像有点像我。哎呦，差太远。好，那么我们这个啊，对了，刚才你说的你手里有四只股票，关于这种这个医药研究方面的。对 ，INOCRS 啊 ，GKS， 但是这四只股票都很大，不会因为就是我们要找寻。有一个人说笑话，说这个这不叫卡兹是吧？兹卡。对对，说 Zika 的病一出来，你看很多，明天会有好多公司去，哦，我们找到了个治疗的方，我们正在找，然后大家就去炒这个股票，你看着吧，今天炒不透9000万的盘子，所以我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爱胎化政策推出，哪些买奶粉的炒不动啊？那些股票都很大 ，Procter Gamble PG 对吧？一动都不动。所以这四只股票我也不推荐给大家，但是明天如果有什么200万、300万的流通盘，我一定会去炒，还是可以关注的，是吧？是是是，炒嘛，投资朋友就是说，大部分人输钱还是炒不过人家，就是。对，的确，人多力量大。那我们还是看看明天的行情，或者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行情，会不会像吴文老师所说的这种兹卡病毒的一些概念股会出现一种。疯狂的一种行情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扫描这个吴文老师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就这里，对，扫描。你如果有兴趣要我的那个名单的话，但是今天我已经跟他讲 INO GKS， 还有这个 CRES， 还有一个股票忘了，但是 overall 我觉得大家要关注，因为好像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席是一个中国人，香港人，姓陈的。他警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很大的一种传染病，应该是一个传染病。因为蚊子嘛，传来传去的。对对对，蚊子只要不到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对。但是南美和北美地区将有400万人受到威胁。的确，因为我今天也是这个收完盘以后看了一些这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那个照片什么的，也的确。的确是怎么说呢，对于家庭来讲的话，就是说很高兴迎接了一个小生命，但是呢这个小生命的话它并不是很完美的，对，所以说对于每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这个是要哭死了，所以大家万一到美国开始流传的话那就不得了，那我觉得这些只要药公司就说我这个那不得了，就是，但是 who knows right， 所以大家要注意埃博拉，去年你看在那个美国登陆以后有一个人去了这个非洲，在纽约被查到，哇啊，这个电视台，对，其实没什么，现在都无声无息了埃博拉，但是当时在埃博拉在那边死了很多人啊，的确，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要看这个 events， 那怎么炒股呢，我觉得一个重要就是要看图形，然后看它的盘子有多大，而不能说哎呀我这个埃博拉可不可以长线投资，没有意思的，因为往往的这个事件引起这个个股的 momentum 的一个出现，对，今天也有一个 momentum 股票叫 AMDA， 就是从1块多、看到了碰一下子涨到3块多，但是我没炒啊，我不大喜欢它，只有800万的盘子，而且就是说我觉得有点瞎炒，有的时候炒不过他们，你知道吗？对，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我们也给这个我们的学员也分析了这只股票。对，行，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加入这个吴文老师的这个微信哈，然后呢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啊，1800-958-8561。好，那么还有一些什么补充的吗？没有，马上就做节目了哈。好，谢谢，祝大家投资愉快。